议员将要进行补选，曾任导演的吴君参选，他今天也举办了造势大会，获得国民党立委黄仁相挺。吴君也提出七大的政见，包含重视居住正义、推广传统文化，还有保障原住民族的劳工权益。原住民歌舞开场，展现满满原民风情。台中市平地原住民议员出缺，将在4月13日办理补选。参与候选人之一的吴君，30日下午举行造势大会，即便下雨也不减民众到场支持。立法委员黄仁亲自出席力挺。吴君就在跟着我担任我服务处的处长，而且他对台中的整个的脉络，包含原住民的整个的生态，他非常的熟悉。吴君同时也是国际知名导演，除了要把原住民族文化艺术推向国际，也要积极争取原住民族专属的社会住宅。我们未来会承袭我们黄仁委员一直以来的土地的权益、就业的权益，包括还有我们的完全中学得以在台中实现。承接原住民立委黄仁的政见，将一起落实中央地方一条龙的服务，为都会原住民发声。吴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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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君